孔雀开屏是公的母的这个问题呢，孔雀只要开屏呢，那必然是只公的。因为在孔雀的这个品种里啊，公孔雀往往是非常艳丽非常漂亮的啊，因为他们要达到一个求偶的目的。用我们的人的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啊，长得越帅越容易找到一个伴侣啊，长得越丑可能越难找到一个伴侣。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单单只在孔雀上面，包括我们常见的野鸡啊，甚至天鹅，或者一些像极乐鸟，在这种鸟类上面都是公的体型会比母的大，同时呢体色也会相当的艳丽。这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求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所以说我们再去分辨孔雀雌雄的时候，可以很直观的通过体色是否艳丽来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分辨。当你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，可千万不要在朋友面前丢人。遇到一只会开屏的孔雀，却说它是一只母的，你看这只母孔雀长得多漂亮。